请副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56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第七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3月22日上午9时至9时31分、10时3分至11时23分、下午4时10分至4时48分，3月26日上午9时8分至10时26分、下午3时至4时4分、5时至55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黄委员国昌等109人，请假委员洪委员池勇等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七会及第五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20案、第22案、第23案、第25案、第27案至第183案、第185案至第204案、第206案至第241案、第244案至第252案。第254案、第256案、第257案、第259至第288案、第290案至第294案、第296案至第304案、第306案至第314案、第316案至第326案、第328案至第362案、第364案至第366案、第368案至第375案、第377案至第384案、第387案、第389案、第392案至第429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21案、24案、第26案均决定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184案、第205案、第242案、第243案、第253案、第255案、第258案、第289案、第295案、第305案、第315案、第327案、第363案、第367案、第376案、第385案、第386案、第388案、第393案、第391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430案至第437案为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16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16件。讨论事项：第1案至第5案、第9案至第11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6案至第8案均决议照审查报告通过；第12案至第17案均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18案、第20案至第23案均暂不予处理；第19案、第24案、第25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变更议程提议：时代力量党团1案、国民党党团1案、民进党党团1案均予以通过；时代力量党团8案及国民党党团1案均撤回不予处理；国民党党团1案及亲民党党团1案均不再处理；国民党党团3案均不予通过。宣读完毕。报院会针对第七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七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19人依据《立法院质询行事法》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三案，本院委员郑云鹏等18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增订第52条之一条文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四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16人拟具《国营事业管理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五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17人拟具《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经济财税两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六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16人拟具《牙体技术师法》第5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七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16人拟具《心理师法》第6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八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16人拟具《听力师法》第5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九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16人拟具《护理人员法》第55条至3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十案，本院委员陈昌敏等16人拟具《药师法》第41条至3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
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一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医师法》第41条至3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二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医师检验师法》第60条至1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呼吸治疗师法》第39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四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助产人员法》第59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物理治疗师法》第58条至2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六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社会工作师法》第49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七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营养师法》第55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八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语言治疗师法》第57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九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医事放射师法》第60条至1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职能治疗师法》第58条至1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陈昌明等十六人拟具《验光人员法》第55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徐正荣等十九人拟具《再生医疗实习管理条例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十六人拟具《国家情报工作法》第24条及第25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林俊宪等十七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35条至1条文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十六人拟具《烟酒管理法》第35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十六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53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十六人拟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赵胜宇等十六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第34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赵胜宇等十七人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第34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铁路法》第41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63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21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为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17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90条。无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17人拟具《烟酒危害防治法》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陈学圣等17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删除第7条文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陈学圣等17人拟具《中央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等20人拟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组织条例》第5条文修正草案及审议案，程序委会建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
助经济劳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38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的20人联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组织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劳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39案，本院委员杨耀等16人联聚消防法第7条之一及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0案，本院委员杨耀等17人联聚动物保护法增订第6条至3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1案，本院委员杨耀等21人联聚离岛建设条例第1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2案，本院委员杨耀等21人联聚渔业法第5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3案，本院委员杨耀等18人联聚家庭教育法第7条之一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4案，本院委员杨耀等16人联聚精神卫生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5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8人联聚特种勤务条例第7条、第14条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6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8人联聚国家情报工作法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7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6人联聚药师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8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6人联聚劳工保险条例第58条、第66条及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49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20人联聚行政法人法第2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50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的24人联聚考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1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建的20人联聚消防设备人员法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2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6人联聚食品健康食品管理法第3条之一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3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8人联聚劳资争议处理法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3案，本院委员叶宜静的24人联聚农产品市场交易法第6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5案，本院委员叶宜静的24人联聚粮食管理法增订第15条之一及第18条之3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6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的20人联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7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的16人联聚科技部组织法第2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8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18人联聚国防产业发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将外交及国防经济两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59案，本院委员林立成的23人联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0案，本院委员沈智慧的22人联聚公务员惩戒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1案，本院委员陈智慧的23人联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2案，本院委员沈智慧的22人联聚公务人员申请法第10条及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3案，本院委员沈智慧的23人联聚地方制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勋文、惠英杰拟请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通过，谢谢。第63案，本院委员沈智慧的23人联聚行政院组织法第5条及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
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先案。第65案，本院委员审查会等19人拟具《产业创新条例》增订第10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通过，先案。第96案，本院委员审查会等17人拟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59条之一及第6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先案。第67案，本院委员将其审的20人拟具《酒品危害防治法》草案请审议案，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先案。第68案，本院委员徐玉仁等19人拟具《自通安全管理法》第3条及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先案。第69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19人拟具《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先案。第7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污水条例》第11条之一、第12条之6条文修正草案案，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先案。第71案，经常院函为《政治现金会计报告书常院办法》名称修正为《政治现金会计报告书公开及常院办法》，并修正条文，修正《政治现金会计报告书常院收费标准》。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司法及法政内政两委员会。通过，先案。第70案，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函送《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阅览试卷收费标准》。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先案。第73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修正《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学院编制表》。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先案。第74案，科技部函送《民间园区并入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办法》条文修正条文对照表及刊物表，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先案。第75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级中等以上学校无军籍女性军训教官任用退休办法》第4条、第7条及第8条条文，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先案。第76案，教育部函为补助运动服务产业引进关键技术及发展国际品牌办法，名称修正为补助运动事业引进关键技术及发展国际或自由品牌办法，并修正条文，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先案。第77案，教育部函送申请办理实验教育学校之学校财团法人办学进入认定标准，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先案。第78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送该会107年第3届及第4届与媒体办理捐赠宣导相关之广告资料，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先案。第79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修正《放射性物质与可发生游离辐射设备及其辐射作业管理办法》部分条文，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先案。第80案，文化部函送107年一至11月，该部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第81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工厂从事物品制造相关范围及面积、电力容量、热能规模认定标准第2条条文，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8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81案通过，下案。第80案，经济部函送电锅容许耗用能源基准与能源效率分级标示实行方法及检查方式，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第83案，经济部函送公告地址以及地址敏感区 H0020 屏东县车城尖山外来延宽，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先案。第83案，经济部函送公告地址以及地址敏感区 H0019 高雄市鸡冠山石灰岩，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先案。第85案，经济部函送公告活动断层地址敏感区 F0019 屯子角断层，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先案。第86案，经济部函送公告活动断层地址敏感区 F0018 湿潭断层，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先案。第87案，经济部函送东陵至芦洲19至23高压电塔底线路地下化工程进度书面报告，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通过，先案。第88案，经济部内政部函为修正工业及矿业团体分业标准，冷冻水产工业团体业别名称为水产工业及其业务范围，陈训文、胡英杰拟请外交经济内政委员会。
通过，谢安。第八十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投资经营非国籍渔船许可办法》第五条及第八条条文，陈询委员会建议请回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九十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中华民国输入植物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将禁止输入之植物或植物产品第一点第二十八项，以有条件输入植物或植物产品之检疫条件第二点第一项及其附件，致力产生或是输入检疫条件第二点。程序委会议见，拟请回交经济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九十一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农业金融监控防治洗钱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议见，拟请回交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农业金融机构防治洗钱与打击资控内部控制及经合制度实施办法》程序委会建议请回交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三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农业金融机构对经指定制裁对象之财务或财产上利益及所在地通报办法》程序委会建议请回交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四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秘密式货柜运送动物产品输入检疫作业办法》第四条及第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九十五案，公民教育委员会函送107年第四季查查民生物资价格不动之执行成效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经济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九十六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九十七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悬浮微粒物质灾害前世资料公开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九十八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输入地下水地水质标准及有害健康物质之种类限制》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九十九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水污染防治各项许可申请收费标准》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公民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许可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第十三条附件四，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一百零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有害健康物质之种类名称修正为事业排放废污水与土壤或地面水体所含有害健康物质之种类，并修正公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零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水污染防治费收费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一百零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文修正《温室气体替换专案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议案。第一百零四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氧类检测方法离子层析法 NIEA 757.11B》，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零五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空气中氧类检测方法离子层析法 NIEA 757.10B》，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零六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溶氧检测方法碘定量法 NIEAW422.53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零七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水中溶氧检测方法碘定量法 NIEAW422.52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零八案，卫生福利部函送残存法人医院评鉴及医疗品质测进会国际健康账户品质年会 ISQUA 参与成果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零九案，卫生福利部函送残存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107年度预算案决议第十八项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一十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保险人资讯整合应用服务收费标准第二条及第五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议案。第一百一十一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受聘雇外国人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办法第一次调及第十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1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第113案劳动部函为修正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一案。第114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减少员利用及专业训练办法第二条附表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一案。第115案财政部函为修正领导免税购物商店设施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下一案。第116案财政部函为修正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施行细则第三条及第十一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17案财政部函为修正产业创新条例缓课所得税适用办法第六条及第七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18案财政部函为行政院核定期货交易税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股价类期货契约之期货交易税征收率为10万分之2，并自108年1月1日生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1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自由汽车保险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20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公开发行公司取得或处分资产处理准则第36条条文刊物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21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开发行公司财务报告及营运进行公告申报特殊适用范围办法第四条及第四条之一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20案交通部内政部函为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及第23条附件15，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内政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23案交通部函为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86条至3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23案交通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及台湾电信协会依本院相关决议107年12月份执行进度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通过。谢谢。第120万乘务委员会函送108年度永久居留权取得困难之国家或地区及其居留资格认定基准，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报院会第126案至第347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132、134、144、14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13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26案至第347案为科技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原乡区域之能源发展书面报告，简送提升高雄市人才培育促进就业建设具体可行方案书面报告。教育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教育部提升高雄市人才培育促进就业建设报告，简送普及国民宽频上网环境计划公共图书馆作为社区公共资讯站与书为机会中心行动禁用计划书面报告，简送教育部加强优化技职校院实作环境计划进度管控书面报告，文化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原住民历史事件雾社事件马会波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农粮署资讯机房及对外网络服务出口编列特别预算书面报告。经济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计准厂商申请补助款过程与审核书面报告。简送检讨南部823淹水原因及水源安全未来治理方向报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新增权益三强化防救灾行动通讯基础建设计划书面报告。二、偏远地区固网与行网普及服务之规划实证及方案书面报告。法务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级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该部主管事项书面报告。卫生福利部函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简送因地制宜改善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书面报告。财政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简送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新增权益第一项庆富联贷贷款损害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
经济部还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组织附属单位之决议，解释中油公司早交集财产多被控珊瑚保育因应措施书面冻结专案报告，桃园利用小安全维护及迁址预算冻结专案报告，经济部还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解送能源局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计划推动与规划专案报告，交通部还为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一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解送该部主任冻结台湾铁路管理局票务系统整合再造计划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国防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目一般行政交叉业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博爱营区环境清洁委员会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杂项设备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权力使用费预算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国防政策与规划与督导项下国防资源管理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150万元书面报告，法务及督考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项下情报及测量作业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电脑兵器作业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军医局军事行政项下军事医疗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国军中部及南部地区临床检验毒物室医疗设备准备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医学中心高阶磁振及政治整合系统准备预算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陆军司令部人事行政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项下作战综合作业预算冻结15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陆军司令部后勤通知业务项下运输作业之运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人事行政之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人事行政之国内旅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行政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运输作业之其他业务租金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杂项设备费预算冻结3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陆军司令部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水电供应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海军司令部后勤综合勤务中资讯软体设备费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参谋本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后勤综合勤务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电讯发展室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设施修缮维护与管理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环保业务项下环保设施维护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资通电军指挥部环保设施维护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军备局轮型破炮车延迟案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航太及大型化基层建造技术开放与验证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环保业务项下环保设施维护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参谋本部情报及测量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项下实证作业冻结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军备局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营产管理预算冻结1100万元书面报告，营产管理中业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业务费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6000万元书面报告，土地收购与纠纷处理预算冻结1亿元书面报告，一般科学研究中奖补助费之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空军司令部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海军司令部战甲炮车升级通话系统缺装补充案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参谋本部后勤及通知业务项下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军事情报局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中业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资通电讯指挥部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中业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
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之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算度也三千万元书面报告，且送陆军司令部陆航机体打台通信换装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且送各部一般行政下辖劳务承揽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且送空军司令部一般装备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且送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下辖采购及外国军品作业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办理人西市短程防空飞弹预算冻结31万元书面报告，采购及外国军品作业费中义务费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办理资讯安管理及通知勤务作业相关机电及仪器维护仪器维修保养所需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预算冻结60万元书面报告，后勤及通知业务上下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之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通电装备之电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后勤及通知业务上下通信电子与资讯管理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通信与资讯管理之电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教育行政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中正国防干部运费学校教育行政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教育行政之业务费预算冻结333万7000元书面报告，接送海军司令部军事行政上下人事行政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国防大学教育训练业务上下教育行政预算冻结8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参谋本部军事行政上下人事行政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教育训练业务向下教育行政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向下人事行政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向下国防资源管理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后备指挥部教育训练业务向下动员准备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该部电讯发展室行政事务之物品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参谋本部教育训练业务向下训练综合作业预算冻结15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行政事务之物品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杂项设备费预算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行政事务中义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行政事务中义务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空军各基地新建塔台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办理石子山洞库系统整建所需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7000万元书面报告，跑滑道扩建工程先期规划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设施整建工程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训练设施工程之房屋建筑及设备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神鹰宫操演日元遥控靶机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训练综合作业之一般收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训练综合作业中义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训练综合作业之教育训练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教育训练业务向下训练综合作业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办理空军第四战术战斗机联队115公尺室内轻兵器靶场新建工程所需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参谋本部后勤及通知业务向下电脑兵器作业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环保设施维护之业务费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奖补助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宪兵指挥部边装备上下装部相当车预算冻结1亿元书面报告，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电脑建设及科技侦查实验室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该部电讯发展室办理重要防护营区智慧型警监系统建制案所需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新式高级教育机预算冻结1亿元书面报告，国军轮型航空油罐车筹购案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 AAV 级两栖突击车驱装补充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之军事装备之设施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新购布拉克EB方阵溃炮预算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快速过雷艇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第二代炮兵阵技术设计指挥系统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
一般武器及战购支援装备共识中业务费预算冻结二亿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飞行员战备任务特车筹购案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空对面赞助研发干扰效益战材分析系统筹建案预算冻结15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国造卫士机炮掩盖车载机动及遥控枪塔预算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装备向下新型救难舰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装备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向下防务及防治作业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军事行政向下防务及防治作业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装备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防务及防治作业中业务费冻结2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部件构建购置及保修中业务费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1亿元书面报告，瑞渊系统维修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特种车辆养护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亿元书面报告，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预算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中义务费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中义务费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中义务费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之装饰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4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一般弹药购置与维护之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1亿元书面报告，一般弹药购置与维护预算冻结4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后勤及通资业务向上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后勤补给支援物品预算冻结8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后勤及通资业务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弹药购置与维护之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宪兵指挥部后勤及通资业务向上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一般弹药购置与维护义务费预算冻结8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后勤补给支援之一般书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空军司令部后勤补给支援中义务费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杂项设备费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后勤综合勤务中义务费预算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杂项设备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一般弹药购置及维护之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资通电军指挥部后勤补给支援之物品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人员向下各项加急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向下战略规划及国防评估上义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后勤补给支援之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后勤及通资业务向下军事装备设施养护费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决议35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资业务向下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第四幕向下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决议37陆军司令部后勤及通资业务向下后勤补给支援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教育行政之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人员向下主副职员口粮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装备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该部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优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化身放核防护研究中心仪器装备准备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左营二港口扩建工程之所需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5亿元书面报告，前送陆军司令部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中义务费预算冻结7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装备向下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海军司令部实证作业之一般修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前送宪兵指挥部军事行政上下实证作业预算冻结5万元书面报告，
减速空军司令部一般科学研究预算总计25万元书面报告，减速后备指挥部军事行政上校情报及测量作业预算总计10万元书面报告，减速陆军司令部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中装备战斗车预算总计3000万元书面报告，医务费预算总计10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装备上校特种部队武器装备预算总计100万元书面报告，智慧巡视系统预算总计2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中医务费预算冻结1亿5000万元书面报告，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第五目向上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东山弹库新建工程预算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速该部一般行政上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资讯服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资讯软体设备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速海军司令部一般科学研究预算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空军司令部一般设施整建工程石子深洞窟系统整建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陆军司令部一般武器及战备支援装备购置特战部队武器装备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国防大学情报及测量作业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营产管理之防空建筑养护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自通电军指挥部军品研发中义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陆军司令部环保设施维护中业务费之物品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向下战略规划及国防评估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防务及督好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陆军司令部特战作业模组化系统及全套装备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政治作战决政战综合作业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业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机械设备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行政上下政战综合作业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服务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行政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行政上下政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战略沟通讯息处理系统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海军司令部军事行政上下政战综合作业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后备指挥部军事行政上下军眷服务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军事行政预算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空军司令部政战综合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陆军司令部督察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空军司令部督察作业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自动电军指挥部督察作业预算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陆军司令部营建工程预算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计划管理作业中业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105至109年陆军官校充实基础教育设备师预算冻结400万元书面报告，有关该部教育训练业务预算冻结150万元案，请列入议程。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员会第348案至第572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482到489、509、511、513、515、518、520、522、524到528、567、56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49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482、522、523、530到533、536、537、539、540、553、566、569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416、426、446、449、507、554到564、567、570、571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宣读后，以上提案除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外，其他议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意见通过。请问委员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348案至第570案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决议19公共工程管理业务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新增决议委托办理政府电子采购云端服务及功能月审案预算冻结70万元书面报告，决议4公共工程计划及法规业务预算冻结8万元书面报告，24公共工程管理业务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把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业务费委办费冻结100万元。
书面报告，实施公共工程计划之审议与永续公共工程之推动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八公共工程计划之审议与永续公共工程之推动义务费委办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三公共工程计划执行之督导协调及考核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公共工程计划执行之督导协调及考核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一公共工程计划执行之督导协调及考核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一用费向下委办费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二公共工程计划执行之督导协调及考核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六委托办理政府电子采购云端服务及功能原生案预算冻结一百万元书面报告，七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委办费业务费委办费冻结一百万元书面报告。十六，健全技师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法制等委办费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五，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业务费委办费冻结一百万元书面报告。十，第二目向下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十分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一，第二目向下捐助工程产业开拓全球市场等相关事宜预算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二，第二目向下是捐助工程产业开拓全球市场等相关事宜预算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四，第二目向下业务费委办费奖补助费预算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三，健全建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法制等预算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奖补助费预算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五，健全建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管理法制的预算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五，公共工程品质管理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九，健全及落实政府采购法规及制度培训及管理采购专业人员预算冻结四分之一书面报告。交通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及从该部决议十二，补助县市政府办理交通水岸码头规划设计的预算冻结600万元书面报告。三十六，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权益六，行政业务规划及督导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除公共局决议十九，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三，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五，国家风景区开放与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开幕决议二十五，台湾新车安全平等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七，台湾新车安全平等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六，台湾新车安全平等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八，台湾新车安全平等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九，台湾新车安全平等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九，智慧住系统发展建设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公共局决议二，观光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决议七，观光国际事务业务费一般收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八，观光国际事务中之一般收费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公路总局新增决议六，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十四，公路养护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除该部决议七，因应补助苏花陆路中断执行紧急海运输送民生客货经费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观光局决议六，观光业务向下观光国际事务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五，观光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公路总局新三决议八，省道新建局改善与补助地方政府等经费冻结书面报告。十一，台九线苏花公路三区路段改善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除该部决议三十七，交通运输系统规划作业计划之业务费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决议五，行政业务规划及督导预算冻结600万元书面报告。解除公路总局决议五，监理业务一般收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决议四，监理业务之一般收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十四，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新增决议十七，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该部新增决议二十五，铁路行车安全改善6年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除铁道局新增决议三，铁公路重要交通工程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除公路总局决议十五，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业务费委办费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该部决议八，航政及港务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九，航政及港务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除公路总局决议十二，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八，公路新建及养护计划预算冻结十
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开幕决议时，恒生及港务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公路总局决议六七机生产六使用费及电子化多元服务等经费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五地震测报原本费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开幕新增决议十二智慧艺术系统发展建设计划委办费用冻结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五观光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十二五分山气象雷达系统强化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二观光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十三旅馆及民宿之管理与辅导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六东部含国家风景区开放与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三一般路政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二业务费向下委办费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三两岸气象科技交流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该部新增决议十一路政管理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二十七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接送铁道局新增决议六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决议三观光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一国民旅游事业管理与推广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国民旅游事业管理与推广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八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开发与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铁道局新增决议一铁道局及所属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九观光国际事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一行政一般行政计划冻结前委员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八经济气象雷达与灾防预警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一经济气象雷达与灾防预警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六七股气象雷达迁移更新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一劳务承揽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决议七观光国际事务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九经济气象雷达与灾防预警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三观光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四地震测报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六观光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七经济气象雷达与灾防预警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该部新增决议二十八高雄都会区轻轨运输系统高雄环状轻轨捷运建设计划应补助经费冻结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十三国家风景区开发与管理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十四国家风景区开发与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公路总局决议十六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八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决议二十一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公路总局决议二十一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使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九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七公路养护计划义务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时经济气象雷达与灾防预警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铁道局决议一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优费道路地区旅费全数冻结书面报告，二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优费道路地区旅费全数冻结书面报告，三考察历史古迹之保存等预算全数冻结书面报告，四考察各国公共建设安置计划补偿措施的预算全数冻结书面报告，九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决议一观光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公路总局新增决议二公路基建立业务管理预算冻结无异议员书面报告，接送中央气象局决议十三一般行政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公路总局决议十七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之奖补助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铁道局决议七国家铁道建设管理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该部决议三十五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铁道局决议十桃园机场连外捷运延伸至中立火车站规划报告及周边土地发展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观光局决议九业务费委办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接送该部决议三十一台湾铁路管理局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接送该部新增决议十八第八目第一节台湾铁路管理局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十六航政港政业务管理局执行扣预算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百分之十书面报告，接送公路总局决议二十六公路养护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十三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
建设计划，公路系统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该部决议二十四，台湾新车安全平等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三十三，台铁整体购置及汰换车辆计划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三十二，台铁整体购置及汰换车辆计划一百零四至一百一十三年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该部新增权二十六，铁公路重要交通工程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送铁道局新增权一四，花东线铁路整体服务效能提升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送公路总局决议十三，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提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铁道局决议八，经由临时办理请劳动人力经费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公路总局决议七，公路车辆机械管理预算冻结五百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新增决议十九，台湾铁路管理局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二十一，台铁整体购置及汰换车辆计划一百零四至一百一十三年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二十，台湾铁路管理局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送新增权二十二，台铁整体购置及汰换车辆计划一百零四至一百一十三年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送该部决议十四第五目第一节向下，一般路政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新增权一八，媒体多元维护与垄断防治法。草案之立法进度专案报告，解送决议用费委办费预算冻结三分之一书面报告，让委托研究应五 G 行动换屏市场趋势及其机制分析委办研究预算冻结三分之一书面报告，三电视节目分级制度推广计划预算冻结三分之一书面报告，四电视节目分级制度推广计划预算冻结三分之一书面报告，五强补助费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三分之一书面报告，六补助财团法人与民间团体等有关弹性化频谱管理新机制之实测验证等新计划预算冻结三分之一书面报告，七项补助费预算冻结三分之一书面报告，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业务费一般事务费冻结十分之三书面报告，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会决议冻结人事费五分之一书面报告，二冻结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三事务调查业务费冻预算冻结二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四冻结调查能量交易设备及投资资讯软体设备费五分之一书面报告，通过决议五冻结经济费安与科技研习预算二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该会决议六冻结委办费预算之四分之一书面报告，内政部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行政署原住民族开放正式猎枪政策与相关法制修正专案报告，解送人民勇敢施政业务书面报告，行政院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施政及法制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解送一般行政运动结二百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商业防救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送性别平等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送消保警宣业务预算冻结一百万元书面报告，解送新闻传播业务冻结二百万元书面报告，中央选举委员会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新增决议一及二，全国作业确认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会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金融监理向上金融监督管理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解送银行局税出预算冻结三百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百分之十书面报告，解送期货证券期货局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证券期货市场监理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证券期货市场监理向下国外旅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保险局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保险监理预算冻结二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检察局一般行政向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解送决议十一专案报告，解送干预决议六专案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冻结文物研究展览与推广展示服务十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决议四十五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中央研究院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决议三十五加强台湾软体生物资料库计划督导考核报告，科技部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新增决议二冻结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一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三冻结国际两岸科技合作交流一千万元书面报告，一冻结一般行政一百四十六万二千元中央报请安排报告，解送该部决议二冻结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一千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冻结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发展计划九百七十万元书面报告，文化部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国家院全拨款新增决议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农业科技研究发展预算冻结百分之十专案报告，
选送渔业署奖励休渔计划检讨及各项渔具渔法作业规范专案报告。劳动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召开解决劳动部办公定时会议说明。考试院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决议一冻结一般行政范围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二冻结一是业务100万元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三冻结法制业务10万元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四冻结虚增义务及督导30万元书面报告，六提升法官检察官素质专案报告，七考试委员人数检讨专案报告，九公务员考绩法检讨专案报告。全序目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目决议冻结第一目一般行政50万元书面报告，二冻结第二目人事法税及全序30万元书面报30万元报告。立法院秘书长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本院单位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解送中部办公室议事堂展演剧场相关工程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外交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部第四目向上国外旅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100万元报告。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贸交流活动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委办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贸交流活动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业务费预算冻结230万元书面报告，经贸交流活动亚西及非洲司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学校交流活动欧洲司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学术交流活动亚东太平洋司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署冻结一般行政12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面计划预算5%书面报告。卫生福利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部预算冻结第6目保护服务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决议16预算冻结第9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1000万元专案报告，解送社会及家庭所预算冻结第4目社会福利服务业务6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预算冻结第8目医政业务500万元专案报告。交通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部决议11离岛及偏远地区航运之营运发展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解送该部新增决议9路政管理预算冻结报告资料，解送观光局行政决议18国家风景区内践行原住民族基本法咨商统一权及共管机制专案报告，决议17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开放管理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解送该部决议21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解送公路总局决议11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放射性物料管理冻结500万元专案报告，解送原子能管理发展义务冻结1200万元专案报告。教育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推展一般教育及编译文教书刊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各项教育推展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体育署体育行政义务冻结200万元专案报请安排报告，解送人事行政管理与财务辅导冻结50万元专案报告。中央研究院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学术审议及研究讲述冻结1000万元专案报告，解送主题研究与人才培育冻结1000万元专案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八院会第573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第573案追第576案，本院经济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有关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业已审查完竣。第577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蒋委员乃新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期刑。第578案委员本院人事处函为本院第9届立法委员缺额补选当选人新北市第3选举区于天恩先生、台南市第2选举区郭国文先生、彰化县第1选举区柯成芳先生及金门县选举区陈玉珍女士，已于108年3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转到院宣誓就职。质询事项较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询问署华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17件，以本院为质询部分。本院审务员智慧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9件，宣读完毕。报院会报告事项已处理完毕。
现有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四一六、第四二六、第四四六、第四四九、第四九零案、第五零七、五五四案至第五六四案、第五六七案、第五七零案、第五七一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并请院会立即处理。报院会本件复议案，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团所提复议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复议案通过。现在请重新宣读。第四百一十六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观光局决议十六，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开发与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四百二十六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观光局决议十八，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开发与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拟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四百四十六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公路总局决议二十一，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拟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四百四十九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公路总局决议二十七，公路养护计划义务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四百九十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决议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义务费一般事务费冻结十分之三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零七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位金融经理向上金融监督管理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中央报告请安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五十四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署冻结垃圾、全废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预算百分之五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五十案，卫生福利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预算冻结第六目保护服务业务逾一百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五十六案，卫生福利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决议十六预算冻结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一千万元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五十七案，卫生福利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社会及家庭署算冻结第四目社会福利服务业务六千二百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五十八案，卫生福利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预算冻结第一班为医专业务五百万元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五十九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决议十一，离岛及偏远地区航运之营运与发展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六十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新增决议九路线管理预算冻结报告资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六十一案，交通部海违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观光局新增决议十八，国家风景区内进行原住民族基本法自商同意权及共管机制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六十案，交通部海违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观光局决议十七，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开放与管理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六十三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该部决议二十一，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六十四案，交通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公路总局决议十一，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六十七案，教育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推展一般教育及编印文教书刊冻结二百万元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通过，下一案。第五百七十案，教育部海违反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人事行政管理与财务辅导冻结五十万元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通过，请按。第570案，中央研究院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且送学术审议及研助奖助动及前委员专案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外交教育委员会处理。通过，请按。好了，结束了。没有了。好了。